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宇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阳台上睡的一觉。我就是在阳台上睡觉的。现在我位于法国，天气很热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如何在阳台上睡觉的？这 OK， 你就是这样睡觉的。然后你们知道，我就是躺这儿，然后闭眼睛就睡着了。